们四个月没见了。那在后台有哭吗？哭爆！补妆补好多次。对对，我没有去，就是有任何联系还是什么的。手机还有他的电话吗？严格来说是有了，应该不会不小心拨出去的。不会啊，没那么喝醉了，没那么不小心啊。你觉得想对才子说的话都写在歌里面？嗯，所以他也没有主没有。那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的心境已经可以迎接下一段新的感情？嗯，没有想这么多诶，近期真的，因为就是把注意专注力放在工作上。那未来谈恋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吗？这个就要问他的意愿了。哦，你看了很久，他死会了。我觉得顺其自然了。